看病人，不看病人。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去一个 Honolulu 的 Botanical Garden。这个小家伙总是想让我的相机，不可以啊，宝贝。那路上可能要30到40分钟，所以等一下到了以后我们再见吧。我们已经进来了 Botanical Garden， 现在还有一段路要走。哇，人家看这个烟雨蒙蒙的样子，这个小家伙又要闻这个，不可以 say hi， cheese， 咔嚓咔嚓。好，我们接着看。啊，那那个 cherry。噔噔噔噔噔噔。Oh no！ 噔噔噔噔噔噔。到了到了到了，我们到了。这个不能给小孩子，慢慢摄像的。这个。对，到了，准备听话。我们先来车停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tagline。这个，然后给你看一下我们全家的 outfit。这个。哎，这个小家伙，就是我买了一套 Aloha shirt。好，我们现在要走回 visitor center 去看一下我们的路线。哇，来看这个山脉，在雾里面。好，我们等一下再见啦。这个还有谁？哎，这里可以 picnic。看，我们现在要到 visitor center， 应该是那个房子吧。你好，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 lake， 这样。这里是可以钓鱼的，所以很多人都拿着鱼竿去钓鱼。这两个人还在玩他们的婴儿车，看那边，红云绿松。Hello， 大家，我们现在准备去看 Sea Turtle， 我们在路上。对，然后我是晚了，这其实我们是沿着海来开，这是沿着海边的房子。等一下，估计开个几秒钟。这个不行，每个房子有自己的海滩。
它的西北角，红楼梦的西北角上面开。对，大家可以看前面比较多的 traffic。再看那个山。刚才我们经过了一个 macadamia farm， 里面好像还有很多旅游车，好像还有很有名一样。啊，这里还好蓝呢，好绿啊，好绿，绿了。Hello， 你吃什么？你吃什么 ，baby？ 我吃一花生米。Look， 花生米，看这个，这是刚才那个危险的地方。嗯。那边的小道，那边道子看见了。这是广场。对。看那个山。耶，这哦，这里是一个 playground。Castle, jumping castle， 热死了，这是。哇，这好像是 carnival， 是吗？玩这个。我们现在看车头，把这个记下来这个位置。你要喂喂？啊？你要喂喂喂喂？看到火的准备了。那今个呢？嗯。我今个想前面个啥位置？在海上。嗯，前面个啥位置？这位想看。你要喂喂，你等一下啊。好，不是，等一下啊。哇哦，好漂亮！哇，这海滩好漂亮。哇哦，看好漂亮，好漂亮的海滩。和绿海，碧海蓝天，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景象，好美哦！大家看这个浪。好，这个人也完事啦。你看我这停了，为什么在悬崖边上？我车子就停在悬崖上面。好。小家伙不愿意上车，我们在下过一次了。他在看那个山。Hello。啊，坐进去吧。坐进去吧。自己爬进去啊。进去没有啊？刚刚给买的石头。这个是。Polynesian Village， 门卡掉哪里去了？这个的。哦，那个。那好多车啊。No， 爸没有时间跟你讲。这好像度假村的感觉。对，这好像度假村的感觉。这好像是一个 hotel。Polynesian Village。你买的哪个？你买的哪个？怎么去？回来了，我怎么去？给爸爸。不给爸爸。给爸爸。那房子好高，看到吗？那个屋顶好有意思，尖尖的。嗯。不给爸爸。给爸爸。
么？这也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 吧？这里 shopping center 就像一个小镇一样。上面。这边，我们现在到了车豆贝，这个小家伙已经非常兴奋了。来看一下窗外，这应该是西北角的正角了。对，看这个，外面还是很热，我不知道。等一下，怎么下水？这里怎么像也像私人住的地方一样？车豆贝，好，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标志。车豆贝，车豆贝，看见没有？这哦，打高尔夫的哦。Rice Beach House， 嗯，有没有人在说话呀 ？Beach Access， 嗯，就是以为这是收费的，没有，没有人收费。我们去看车道。Layla's Restaurant， 我们热热起来，你不是发工资了吗？叽叽叽叽。好多车停在这里，我们去 beach。No beach。beach 有 turtle， 这是高尔夫呗。Ocean view 了。这是高尔夫呗。Lilies。哇哇哇哈！他put the cocoa cars， put the water。Yeah。Put the cocoa water。Yeah。Put the water. Yeah, and then you lost it. Yeah. Hidden beach. Right. 是这里面吗？对了。这里面走。Oh look. 打高尔夫。好，我们等一下见。等一下，我们找一下 parking。等一下见啊。等一下看一下。现在去另外一个 beach， 那才是真正看 turtle 的地方。那个 turtle bay， turtle bay 其实是一个 resort， 是打高尔夫球的地方。不是看 turtle 的地方，但是他说网上说有时候也可以会看到 turtle， 但是没有另外一个 laniakea beach 看到的 turtle 多，所以我们现在往那里赶，大概还有几分钟，八分钟。8 kilometers 就可以到了。这个小家伙已经做得不耐烦了。我们等一下再见吧。我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抢到一个路边的停车位。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路边有人开始拍摄海龟了，真是不容易啊。路上很堵车，因为大家都找不到车位嘛，然后他也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只是停在路边。如果你看到有位置可以停，你就可以去。去走路去看车头了。今天其实是完全是计划之外的，计划之外看乌龟看海龟，因为我们只是准备今天花一些时间在 Botanical Garden， 但是后来发现里面只有植物，没有什么动物，没有什么非常 exciting 的事情。哎，好，现在大家来看，哇哦 ，so beautiful here， 哇，我必须得拍照了，嗯，我等一下走近了海龟，我再给你们照啊，看到海龟了，哇，好激动啊，我们看到海龟了。就在这里，没走多远就看到啦，它还在动耶，它的头还在动。
拉松冲了一下。三只海龟，这只海龟，哎，喝水呢。好多人在看啊。海龟会喜欢这种有石头的地方吗？它肚子里面很软的，力气小一点。